是蒙特利尔的李明，春暖花开，咱们这个明眼看世界呢算正式开张了。咱们这个明眼看世界呢，实际上呢这个宗旨啊，就是发掘和分享，去发掘咱们生活当中的这种经验和智慧。然后呢，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们第一位嘉宾是陈荣女士。陈荣女士呢是资深的会计和财务专家。现在你是在哪供职啊？我现在是大家好啊，我非常开心。李明邀请我来到他的频道作为第一位嘉宾。我现在目前供职于 HGA 会计事务所合伙人，从业17年了。哇哦，那现在你看我们啊，又到了这个报税季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啊投资这个房产，所以呢，像这块有很多的小问题啊，需要来请教你。然后呢，你能不能把这相关的问题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说，的确是报税季来了，有很多的个人税方面是有很多的 topic 可以展开来讲。我觉得李明挑选的这个出租房报税是一个很好的topic， 因为我也看到目前在那个房地产越来越热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出租物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 tips， 可以教到大家怎么节税，合理的节税、省税、避税，同时也能够按照政府的规则，能够不漏税。今天啊，我这边准备了一些小吃，咱们边说边聊。说到那个出租房，收入是一定要报税的，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作为一个 rental income 来报入自己的个人所得税当中。那么怎么能够去把自己的这个个人这个出租收入能够减少一部分，少交一点税呢？当然我们说的是前提是合理的情况下啊。那么出租房里面有很多类型的 expense， 就是费用可以去抵减。比如那个 condo 费，你的维修费用，你的那个地税、校税、保险、利息，甚至物业管理费，比如你的有很多物业你请人来管理你的出租房，这些费用是都可以计入成本里面去抵减你的那个出租收入。这个我相信大家这个 idea 这个 concept 是都有的，但是其中有一些比较 special 的一些 tips， 我更希望能够分享到大家，分享给大家。那现在这个场外我们也有我们的朋友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这个要是说咱们场外朋友要是听到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啊。现在是不是咱们这个自住房转这个出租房有很多的说头？我知道你提的这个自住房转出租这个问题。对，怎么去报税啊？其实不完全是，不能说完全是自住转出租，应该是叫改变用途。你哪怕那个房子原来不是自住，你比如说是 personal use， 是你的父母在里头住，你没有把它作为出租，或者你兄弟父母在里面住，然后你决定今年你不想卖了它，你把它变成出租房，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怎么一个处理方式？有很多的人认为我的房子只要不卖，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了？但是实际上当你改变用途的时候，这里面是有一个 deemed disposition， 就是相当于视同销售。而这个 deemed disposition 视同销售是要报给，在你改变用途的当年报给政府，报给政府的，在自己的个人税里面要填一张表。如果这张表你不报这个 deemed disposition 呢，你会有罚金，每个月100块的罚金 ，up to 8000块，直到8000块。那有的人会问，那如果说我报了这个 deemed disposition， 我是不是就要立刻马上就要交这个 capital gain 呢？我相信很多的人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啊。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 election 可以做，叫做45-2。这个 election 做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告诉政府说我 elect， 就是说就是去
这个房子并没有视同改变用途，你可以把这个延迟它以前的属性，就是说延续它之前的属性。比如说你之前是自住，你可以继续延续它，延续多少年呢？普通情况下是延续4年，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再延续，那个就要满足一些条件。那么这个延续4年不改变它的用途，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意义在于说直观一点，比如说你原来房有一个房子是自住，你继续延续4年，那就是说接下来这4年的升值你还可以作为自住房，将来你可以这4年接下来的升值可以不用交税，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有一套自住房是可以作为自住，然后产生的增值不用交税。当然这里面还会涉及到，假如接下来这4年你同时又拥有另外一套自住，那么这两个自住房之间会不会有 conflict？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 election 是一个 option， 你会给了至少给了你一个 option， 一直到直到你真正的去卖掉这个物业的时候，你可以那个时候你能真正的算出来你哪一套物业的增值更多，然后你可以 designate 其中的一套作为你的自住房。然后当然是 up to 4年哈，然后你可以按照那个计算公式比例来那个计算你真正在这一套就是转了的这套物业上到底有多少增值是可以被免掉的。关于这个出租房费用抵减的问题，我知道在座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他们的一些关注点，那我想问问你们最先想知道什么。陈老师，我想提个问题，关于这个利息的抵税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房子呢，就是是 refinance 拿到的首付，这个 refinance 拿首付，然后这一笔首付的利息应该怎么抵税呢？是在我 refin 我从比如说我从我自住房refinance 了一个10万块钱去买了一个出租房，那我这笔利息可以抵税吗？这10万块钱的每年产生的利息可以抵税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政府税局的规定是你的那个利息就是你借出来的钱是用于做投资，那么这笔借出来的钱上面产生的利息是可以抵减的。那么现在你 refinance 出来的钱是去买投资房，那肯定是算一种投资行为。所以这10万块上面产生的利息去抵减你的出租收入是没有问题的。你说到这我倒是想起一个 topic。很多的人的确是这两年做了 refinance。每一次你做 refinance 的时候你可能会 break 你之前的 mortgage， 会产生一大笔的罚金，对吗？那么这一大笔的罚金应该是怎么来抵减？很多的人会想着说会在当年产生罚金当年一次性的抵减掉你的出租收入，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罚金呢是要在你就要看你原来的那个 break 掉的那个 mortgage 还剩下多少年限，比如说你原来的 mortgage 还有3年到期，那么你产生的这笔罚金就应该平均到剩下的这3年上面每年去抵减。工程师费呢，就是 refinance 工程师费各种费用也可以啊，同样的方式抵。对，如果你是为了去找一个新的 mortgage， 然后你产生了相关的费用，我们叫做 loan fee。那么 loan fee 包括你评估啊，然后你的那个保险啊，然后你要找工程师重新给你办这个 mortgage deed 是吧？叫 hypothec。那么这些费用都可以抵减，但是也不是一次性抵减，而是要 over 5 years， 就是要分成5年去抵减。